哇哦，啊，那个姜不一样，姜应该要爆新的，那叫中姜，不是老姜，也不是嫩姜。哦，这样子。牛肉，牛肉什么？我像什么？牛肉面。牛肉面。先把洋葱炒一炒，要放那个豆，那个豆瓣酱，豆瓣酱，对，要辣豆瓣酱比较好吃。然后稍微炒一下就好了，因为主要是酱要香，嗯、所以要有那个。哦。然后就倒多久？那个我用快锅煮比较快，大概一个小时两个。不用，真的。出锅以后就大概是20分钟就下来了。哦，以前的你就这么那个就比较久，不喜欢。哦，这是哦，我要想说今天开冷气，不要哦。嗯，对呀、啊、哈。对，因为这个锅子一天都煮什么了吗？粽子。粽子比较怪兽。绿豆汤，怎么样？后来绿豆汤又太乱了。耶，回家了，家。我要录音啊，因为我朋友问了怎么样做牛肉啊，哎，我真的听不懂。好啦好啦，那我给你录音啊。你看你看，番茄哦 ，tomato，tomato。tomato。tomato。其实有些人是先炒了，不一定啦，我是都给它放进去了。因为炒比较香哈。对，炒比较香。然后我再放。那没关系，放旁边。我开始要弄，因为稍微酱油香了，我就把它装过来。是甜甜呢，甜甜我是靠可乐。嗯，可乐色会怎么样？会怪熟。可乐快熟，对。哦。那我把它放这边，人家厨房太小。哇哦哇哦 ，My God！ 几公斤啊？哎，我不知道哎，我没有问，就是三条。好像今天比较好多，你卖多了。三条牛奶，两条牛腱。这样子500多块钱啊，500多。对，我这样这些肉500多块钱。哦，好对哦，500块好多钱。490几还是500块左右？不到500对了。啊，他找我500，我给他1000块又5块哦，应该是490几。哇，490。这几个比较好吃，这是490，还有忘记了。哎，好像那个番茄还没煎，没关系啊，因为它很难，没关系，会烂，对。